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光的是三太子升华式，升华式，有一点点小小的难度哦，基本上有四回合，所以我每一回合要做一次的这个绿珠会比较保险哦，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判断的哈。一回合呢啊。叮叮哦，然后再一回合哈、哦，一二三四，哦，这样啊、哦，看得出来吗？叠珠。讲个讲，我实在不太了解为什么三太子要来打嫦娥哦，不过不重要哈、哦。火转星哈、哦，他要把火转星，看得懂意思哦，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有一整片的星珠哦。好、哦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这边是赚到的哈、哦。客厅。所以越多火珠当然是越好了。我们直接用靠三太子的那个叮叮叮就把它叮死了这样。咯叮咯叮。撸一下，咕噜过去有没有？哎，哦，刚刚算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哦，当作没看到就好啊、哦。三太子就不要转了啊、哦，我们用叮叮叮把他打死。哦，最后一叮了吧，应该是。嘎叮 ，K， 哦，好。以上是三太子升华式的示范，谢谢大家观赏，拜拜。